是否拿起你手中的刀了？手刃所有仇人！有刀就有人，有人就有刀。刀在人在，刀亡人亡。这世界上能瞒叶开的事没几件，能瞒叶开的人也没几个。江湖里面想杀我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我从没有把这个放在眼里。我们的任务是清除对万马堂构成威胁和可能构成威胁的人。 见你乱杀，那你把我一起杀，刀一起杀了。这个世上最毒最狠的是人心。抄命令，捉拿傅红雪。要杀傅红雪，先得过我这一关。万马堂就在前面，你们的敌人就在前面。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争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长父红雪，不要你偿命！我要让你做的，就是让马芳龄暗杀你。别人给我算过一卦。 说我要嫁给一个能拔出我这把招录剑的，只有郑玄才能引出马空拳。一定要去找马空拳吗？我从生下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。杀人了！傅红雪，杀人了！傅红雪把所有人都杀死了！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禽兽！杜凯，杜凯，杜凯！傅红雪必须得死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 我是来帮你的，红雪。你是谁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什么？杀了你的对手。如果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我宁愿你这一辈子嘲笑我、戏弄我、对我发脾气都没有关系。我不想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把你救活。娘。 我爱上他，我爱上了魔教的人，爱上了万马堂的敌人。明天，我就要嫁给自己讨厌的人。今天，只有我和你，只有我和你。复了仇，你就会快乐吗？你没有必要成为他们上一代恩怨的牺牲品。娘，复了仇之后。 能不能放了马芳龄？傅红雪，你大仇未报，为什么还要为仇人挑明？傅红雪，你怎么了？我你都不认识了，冤冤相报，什么时候是尽头？现在就是你的尽头！ 江湖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命能换回你们的安全，我愿意完成你们的心愿。 不管你去天涯海角。
我都愿意跟着你。